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今天过来抓鱼啊。这边的话有好几天没过来了，然后这几天一直下雨啊，应该有很多货，去看一下。这几天下雨，这个水位上涨了不少。有货有货，螺的声音啊，稀里哗啦的。哇，第一次这么多螺，这条鱼这怎么炒出来的？这个螺超级好吃，上次炒了一盘，这个拿回去炒着吃啊。好，去那边看看。哇，这水深了好多啊！哼。这个螺爬到这里来了，看，哇，大货，这个清道夫，我也是醉了。它太拥挤了，每次都把这个网给挤一个洞出来啊。螺的资源还是挺丰富的，咱这边的人都不爱吃的，其实挺好吃的。大网都给挤破了，太讨厌了，真的是人见人憎啊，这种鱼。所以留不得，这个收获挺不错的，全是螺，还有螃蟹。哇，这个螺灰总是这么猛。这小的给它放回去。还有这个小苗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希望好喝多多。哦，有货，一条大货。哇，天哪，成灾了，这个怎么全是这种鱼啊？要这个鱼变成三头鲤该多好。哎呀，这个翅膀卡在这里了，这两个翅膀又硬又臭啊。哎呀，看网友们熟悉不熟悉。还有啊，好几条，哎呀，今天咋回事，都扎到这里面来了。这还有一条螺飞，那个杂交的螺飞啊，这个是进来凑热闹，也只有它才能进来啊。这个这么多清道夫，它也敢进来。还有里面还有两条没解出来，都是吃那个其他鱼的鱼了。
朋友们看这种鱼，这个钓鱼的抓鱼的看到这种鱼特别的讨厌，因为这个鱼在的话其他鱼不敢来啊、哦、像不像一架飞机，这翅膀啊那个机翼啊都有。还有一条啊，看一下那边收获怎么样。最后一条了朋友们，刚刚拉了一堆的清道夫啊，这条看一下会有什么。哦，有货，这条有沙滩里啊，沙滩里是我们这边人的最爱呀。这个泥多的都快比鱼都还多了啊，想不到最后一条也能爆网。刚刚都被那条那个清道夫给吓着了，那么多以为都没希望了。这下大雨啊，那鱼都乱到处乱跑，给你啊，这给它放出来啊，都挂在这里了，上面有刺。这条也出来了，这个挑一下小的给它放出去。这个小鱼放它回去啊，它会长大的。沙滩里也还小，这三条还小啊，放它回去长大。然后这个刀秋啊，刀秋也是云贵鱼啊，但是太小了，咱就不抓它。这个清道夫不能放生啊，网友们啊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就放它在这路边啊。这个罗灰，杂交的罗灰也放它回去啊，这个杂交的不能吃。今天所有的收获就都在这里了啊，沙滩里。然后这条罗灰可以收啊，啊，还有这些螺，天天虾，这个螺可以回去美美的吃上一餐了啊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小陈视频的朋友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